يمثل تسلسل الجينوم مادة قوية في الطب، وفي الواقع غير تسلسل الجينوم العديد من الصناعات كعلم الطب الشرعي وعلم الآثار ومجالات أخرى. كل هذه المجالات بدأت استخدام تقنية تسلسل الجينوم لمساعدتها في الأبحاث. إن تسلسل الجينوم ليس تقنية برزت لتوها في مجال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بل أصبحت تحظى بإقبال واعتراف أكبر من الناس. أطلقت الشركات العالمية برامج اختبار تجريبية أو إعلانات للترويج لتسلسل الجينوم، وهناك حالات لا تكون فيها النتائج بالدقة المطلوبة، فهل يمكننا أن نثق في تسلسل الجينوم؟ 越来越多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一些体检项目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套餐，可能一些是覆盖了跟基因测序啊这一方面的内容。那我觉得这一方面还是要额外的小心，这是我总体的一个看法。因为涉及到一般来说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是预测这个人的一些患一些疾病的风险，这是目前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因为在国内外也有比较多的数据进行积累，但是那首先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实验流程。 那整个对于这样的实验流程有没有规范的一个各步骤的质控，对不对？有没有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这是首先的一个质控的环节。那另外一个就是，那我们说这个高通量测序它一个特点就是它通量高嘛，产生数据量非常大，能够看的范围非常的全。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大量的数据的分析跟解读能不能跟得上？那么因为是涉及到了目前肯定还是一个健康人，他以后 这个患病的风险呀，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觉得拿到这样的一个大的数据之后，怎么样解读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那你既不想错过那些明确确实可以引起这个发病风险高这样的一些突变，尤其是这个人结合家庭史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也是我觉得设置这样一个检测的初衷。但是又同时不想就是不基于目前已有的证据对于检测结果进行过度的解读。就是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 怎么说呢？一个基因可能它的突变引起一个类型的疾病，但它只有特定类型的突变或者特定的突变才能引起疾病。那这一些对于一个大数据库的掌握，对于检测到的这个结果的解读，显然是至关重要的。那否则的话，我觉得还是对这样的一个人带来了不必要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一块的话，您说，目前越来越多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是领域内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那么大家对于这样一个行业越来越认同。 كم من الخمر يمكنني أن أحتسي؟ وكم من الوقت يمكنني أن أجري؟ كيف أتفاعل مع القهوة؟ تجذب برامج الاختبارات الجينية اهتمام الناس وتحفز رغبتهم بتجربتها، لكن هل يمكن أن تلعب برامج الاختبار الشيقة دوراً في إبقائنا بصحة جيدة؟ 我们健康有意义的愿景是科技引领未来健康，所以我们一直的定位是把最新的 最前沿的科研科学技术用在健康医疗行业，从健康管理端入手。那从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呢，我们认为 AI 技术，有一个目前生产到普及，到未来再爆发迎来智能时代的这样一个时代契机。所以目前公司定位是定位于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在健康医疗行业当中的应用。 那基因测序它其实从源头的这个生物技术来说，它是一个跟人的生命相结合非常底层的一个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个科研成果也好，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用到两个大的这个场景，一个是医疗层面的，一个是消费层面的。那从我们健康管理端呢，包括目前的市场上的需求来说，更多的是用在一个整个涵盖的这个领域。